冒险要开始了，我是新奇，这是我的搭档霸王龙，我们要去神秘的侏罗纪森林，接受道馆的考核，成为最强的驯龙斗士。在这里，我们遇到了很多神奇的恐龙。还经历了很多新奇有趣的事情。但是危险也潜伏在我们身边，有一群恐龙猎人想捉住霸王龙，他们派出可怕的超级恐龙来对付我们。但我不怕他们，我用新的力量让霸王龙变成超级战士，跟他们一决高下。快来加入我们的冒险吧！